美国大学食堂吃到自助能吃到什么？今天来食堂吃午饭，总得比晚餐少一点。午餐会提供贝果，配了点草莓奶酪。午饭的主菜就是培根香肠煎蛋炒蛋，拿了一份培根炒蛋，加点特色辣椒蘸酱，来一块鸡腿排，配一点小番茄汁，蔬菜也来点，包子、干粮、西兰花都安排。披萨也来两块。第一次吃食堂的香肠，和酒店自助早餐差不多。培根香是油炸的，很干脆，煎蛋的味道还不错。煎鸡腿是原味的，蘸点菜汁好吃多了。下午有课，中午多吃点，再来一盘仙人掌配米饭。仙人掌有点酸，今天的食道自助你觉得值吗？